配那个伪王的装备。伪王哦，好，对啊，看起来还不错。那看来这场打完打荒地龙咯。好啊，欸，我天地刀有没有人要陪我打？天地刀，我啊，我也是可以的。好啊，我也想要，因为就是两个人吗？对啊，他最多两个。对啊，我反正有两盘可以打。可以啦。哦，那个是竞技场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竞技场的，要英雄王硬币。天刀本来就是天，也是那个。英雄王。啊，对哦，天刀本来就竞技场，二天刀就是竞技场的。对啊。应该是滑波吧？对，我看到他了，滑波。弄死他给。哇。干嘛？我在挖草食动物的拖衣。他拖衣这么大的吗？拜托，你没看他头那么大一个？挖掘很精，头那么大一个，是可以的。送你一只麻痹法师蛙。可。没中啊？欸、没有啊，零啊，零啊。他这么厉害的吗？白虫在干嘛？那哄我一下就走了。去下面打更好啊！黄路口暴龙的黑后，更丢魔物了、啊。这场又有了，哎，这场一定有黄路口暴龙。黄路是不是不能丢大便、嗯？没错，没不能丢。我丢有用到什么？哎、欸、嗨，见面了。看到大便，什么丢？你们是不是吃到一抽蛋达人啊？一抽蛋达人是100%有效、啊。嗯，在下面。我的大便比较香吧？有可能。本龙界的吗？你不要害我按错键呐！我害的吗？抱歉。看到了。发错字，对不起啊！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捡东西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他在干嘛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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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亲亲亲。刚刚他们两个是不是交交？对，还在那边抽动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还在抽动是不是？你看那么清楚？有啊。而且那位置真的是那种位置哎、欸。哇，好可怜啊！里面只有他。然后又碎了吗？不是吧？对，碎了。碎了。哎呦哎呦，你刚好没事没事，我有算好，我有算好。来喽、啊！他们还有两颗落石可以用，好舒服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再给我压力试试看。我没有给压力、啊，你不要哎、欸啊，不要乱叫。没事，我找不到落石。你为什么都要这么凶、啊？我会怕。你们每次都那边哎、欸，可以撞什么有的没的，然后就很怕齁，然后一怕他就一转头，然后就出锤，出锤又觉得很丢脸。不用丢脸，会被你嘴。我什么时候嘴人了？哇，上面落石看起来很可口。等一下，那是那一粒快没了。你看现在节操也给我压力，你叫骑过去对不对？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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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亮花楼啦！断了！哇塞，这个吸气圈！天哪！我看到箭矢从我眼前飞进来，好恐怖哦！我一直不敢往前走那一步，无法跨出的那一步，对，无法挥出的那一招。还有二号落石可以使用哦，各位。
各位水水们，好，有了，丢到了 ，nice， 你不能有下巴。你不是要踏下巴一直戳脚干嘛？我抽不到头啊！哦，要我问问而已啊，不要那么生气。我没有生气啊！哎，哎，不是，原来不是旗面组吗？我的心跳快停了，你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旗面组有点大只的。干嘛？就是他看到我不一样。你要抓他是不是？狩猎旗面组大惊。耶！我又被马又被碎，行了我也被晕。怎么还有一只？两个下去了，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。尾巴不挖吗？你们？你们尾巴挖了没？我忘挖。重耐热克，他跑去哪？是哪里呀、啊？他温暖的窝了吧？对啊，他的窝，他的老窝。被一号影帝，你怎么就自己偷偷干起来了？没有没有，他自己倒的。我不信，厉害了，我刚好看到画面呢。离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你是觉得现在不需要我们了？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几箱砸下来，碎！爆了吧？有吗？刚那个不会破，下巴很健康哎。真的，那刚好就是，是下巴。都碎了，不走不行哎，走出去直接打。好，那个吗？好，没有。他的我是爽没晕了，还是他的下巴真没坏吗？好难打哦，要打下面不能打上面，是不是？你这样设定的吗？是吧？太大声了哦！
你很缺纯水晶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我没挖过挖水晶的，挖一下。他这边的好像是熔岩块呢，不是纯水晶。有没有块纯水晶？有啊，你想骗我，我就挖过。找嘛问题啊嘛，找问题好不好？要死了！哦，很骚啊！晚餐的药没吃，又忘记吃药了。还不是陪你开？剩下四人一句话。还不是陪你开台？不是啊，还是陪你打魔物。哇！这什么画面？两个天灵哎、欸，天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也是哎、欸。这是什么画面？好燥哦！啊，你有打到下巴吗？有一个中二，水啦，有哎、欸，刚好都讲好哎、欸，什么叫都讲好？那、啊、你们听过吗？就嘟嘟好跟江江好啊，都讲。左边哦，是啦。啊，好久没摸你了，摸一下。现在咧，黄皮龙。对啊。好。接好了。我去把我的护士升上去，我再来接任务。調子良さそうね。远方的如来吧。哇，四金爆锤龙，四人不能倒，留下来。调查团票局是打什么？老样子吧，不会是要把所有不会是一百等的吧？是啊，没错啊，太棒了，太猛了。那我先不用做五等了，我挂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要打金银火龙那些的，太爽鸟。哇，饭吃这么快的、哦？没，我还没吃饭。你是不是没提醒你就要死在下面了？没错。别怕，我吃了大型魔物吸引。哼，猫的吸引好手。没刷嘎，看谁比较吸啊？是大型魔物吸引的，我应该不是吸吧？萝卜糕啊，好送了。
我现在分野一大堆那种环境生物啊，有的没的。环境生物的食谱不是食谱啦，那个交给你的那是。哦，对耶，投射物。哦，对，有奈斯在，我干嘛回来？我靠！一来就要想必要。哦，不要。嗯，掉第二次了。哎，有网友投射物吗？我看到。有啊，我拿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次没有那个烈魂了。哎、欸，对，烈魂今天没出现。真的，第一次不会有，都不给我的。我下来，我没事哦，爆痛。好，没了。他是要走过来没有？有了，我撞了，我撞了，我就在等。哇，我的屁股！是被砸到了。尿的地方。哦，我跟他同时跳起来靠腰。我跳起来的瞬间，我看他也往上一个小跳。就受伤。他的胸口其实也很好打哎、欸。对啊。给他压力，真的真的。
呀！哦哦，大声！我声音很大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要调，因为我是用手机。哦，你用手机玩魔猎人哦？不是，打起来！你也太黑科技，太怎样？太不会思凯了吧？思考，思凯，好的，无思凯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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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是什么老人都会同时讲的笑话？快跑啊！啊，我的回圈，我的鱼。哎、欸，刚过山洞啊！哦，好。哦，过山洞好。过山洞啊！厉害的，这个没在骗人的山洞、啊。嗯。哇，洛斯，洛斯。那个位置，没事，没事，哦、是那里。哎、欸，他后面是不是？是吗？我靠！吓死我了！我是还在，我是还在。转过去，这边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差远嘞。啊，他转过来了。洛斯在这边，洛斯在我这个位置。他红了，红了。哇，来不及了，那不要靠近那个骆驼了。对，不要靠近。先软化他尿尿的地方。可以。他叫我尿时间。这是我们最近的聊天室。对啊，他尿结石很严重。哎、欸，对我昨天真的有挖到结石哦，有用哦。晕了。先把他眼壳打下来，这样我才能把他的眼壳磨成坚定。打他喝尿尿的地方。你看，先打眼壳啊！我要磨成坚定啊！我在打。这还是血玉啊！要骑到。可是，你他不是很难骑吗？很难骑，要很久才会到。他超久，所以需要人帮他吃那个爆炸菇。那一种。晕了。哦，那是晕倒的，他不是你骑倒的。我被关在翅膀里面，动不了。我刚才你用飞翔爪，用飞翔爪抓住我在的，我在用了，我在用了。看、欸、我跑到别的地方。跑过来。哇！哎、欸，洛斯真的爆了，干嘛？对对啊！开远了，开远了！洛斯倒了，没错。晕了，是我。啊！啊！我也晕了，拜拜。没事啊，你最安全哎、欸。你都涨价吗？我没看过哎、欸。可看吗？可是我想看 T 妹的。HT 妹。可以哦。晕了。冲啊！他眼睛睁开了，他眼睛睁开的超恶心。哎、欸，可撞墙！晃眼！好，你们加油！马了吗？我会有压力，你们来。是在吗？哦，有人要死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救了。哦哦，你尿是不是快喷出来了？是没有那么夸张啊，不过真的抖了。
赚不到了。他真的是会绕绕个弧形很，很白目哎。那个位置真的懂不到。对啊，太大了。贪心剑客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绕，可以绕，可以绕。HTT 绕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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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过去啊！发呆呀！我绕过去，打他！骗我！哎、欸，我靠墙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靠墙哎、欸！是不是要去？我还不赶快回家里！妈的，被不，我自己也受伤了。这台是不是在骗人的？我直接走过去被炸弹掉下去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之前都没事啊。可是还是我们刚刚离他太近。没有啊，贴墙都可以啊。可是我们两个是贴墙、哦，我看你也是贴墙哎。我弄掉任务了。好，我捡到了，捡到了。有个纸张。我不行。他是不是快到墙壁都会发这一招啊？然后把自己引到中间来，那就不会撞墙了。好、哦，那也是天灾的。哎、欸，干干干干干干！啊！报仇金、欸，保险金，保险金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无人伤亡。猫的生命保险，我来试试看猫的解体术，看能不能多挖个一次啊？对啊。卢淼玉呢？哎，正常是挖几次？哎，四次。哎、欸，五次还六次，我忘了。反正蛮多次的。我下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有事。我躺下。干什么干？哎、欸，救我！真的要死！哈哈哈！哦哟，在流沙里面啦！我不下去，我可以不下去了吗？我连猫的解体术都吃不到了。还想挖？太大了！哎、欸，我这次不走了，我不要再被骗了。我靠！他直接在我身上，他在我屁股后面，我这样会死吗？他就是开完刀会接那个炮哦。哦，好恐怖、哦！外面震。他直接在我地方直接。没事，没事，还行。他现在准心在中间吗？哎、欸，没破头。我用飞翔爪把他抓死，靠腰。完蛋，没破头。我觉得我画面应该蛮棒的。有没有啊？看一下。就你在的、欸，好像没有。哇，没办法磨眼壳。不对呀、啊，好像有破哎、欸，看我个汗。没有掉 啊, 沒掉啊，他的头盔没掉啊，黑黑的啊他只有破一段而已，哦、没有破二段。我要去那个地方挖挖看。没办法。没有。
糟糕了，他眼结石很多，挖到四个眼结，散花石。